不听。太慢。哦，搞错了。做得太棒，我都用存档读取，当然做得很棒，比你刚刚一开始还要简单，失败没有那么多次。好，人鱼钥匙、啊、接下来呢应该就是回去那个洞窟吧，我看一下洞窟，洞窟，哇还真的耶，从瀑布进入使用人鱼洞窟，进入第六个迷宫啊，第六章，看来今天就第六章结束。是的，啊！给我神奇种子啊，我就不知道神奇种子要来干嘛，一直给我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我知道，它是蜡烛，对不对？它发狂。哇，剩三个而已。
浪费我果实啊！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岩石都下来了。注意生死，跑你这个，跑你个猫头鹰！告诉我注意生存，我进去了，然后我里面当龙。现在发现那个眼睛，它会跟着我动。EF 啊，欸，比较糟糕的是啊，这不是刚刚那个海边，欸，也不算海边，我回去那边看一下。左边，哎，还是像这样简单的谜题会比较好。上一个真的是没，它没有任何提示，怎么会知道啊？谁知道那个机关啊，可以凸起来又按下去的机关，它可以站在上面，无语而不行。昨天上礼拜是在那边耗超级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Thank you.
过了，那个一二都实况完，然后三玩第一部，可是就是他不太行，因为他那个实况之后会有一点累，蛮顿的，所以我暂时光明黑暗三就没。一二很久以前实况，去年好像六七月吧，是六七月吗？好像五六月。看一下，我其实玩蛮多游戏的，的确，哇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我该不会用推的吧？坏。在想啊，就该不会啊，又是谜题。不过这个谜题倒还好，不会至于说太难。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是不是要把那个怪物移到这边啊？就困在里面？也不是啊，因为当下怪物不可能那么简单就这样待在那边。好。我都有把那个都放在 YouTube 啦，我有实况玩的我都会放在 YouTube。 我认输，我先看一下。哎呀，想到了，要用这个，他那个上面说要用，可是它破掉了，用左上陶罐压住开关。喂，我再来一次。他说用左上的陶罐，安安 ，Hello， 欢迎来收看啊。在萨尔达在卡关中，我看一下要用什么。他说用陶罐去把它用过来，
啦啦啦啦啦。啊，知道了啦。用推的，用推的，用推的。有时候道具太多，我真的完全忘记它有一些功用，会临时就突然忘掉。上一个迷宫真的是完全本人超恶意。秘籍蛋，哎，你是说哪个秘籍蛋？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回去，回去！来来来！我就让你再显身一次，我让你趴掉，秘籍啊！我看到那个了，秘籍蛋，我看错，看着秘籍蛋。哎，对哦，它好像有秘籍。我现在是看那个网络上有人的攻略了。秘籍不错，秘籍不错。两本，一本普通，一本大地。不要跟我说我要全部破坏。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要干嘛。总之，我先浪费炸弹，把这边全部都毁掉。前阵都是一直看秘籍，书本比较方便，一目了然。我现在在第六迷宫了，好，进去了，浪费一大堆的，我进来是干嘛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它上面有那个，它上面有通道，它上面有通道，可以重过一遍啊！来吧，喂，打不了啊！上面也没有裂痕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。索玛利亚之杖看看，嘿，让他们两个相遇，不知道相遇之后会产生出什么结果。不行，不行，没用，没用。盾牌应该也无法。我再看一下攻略。我现在是在，我在哪里啊？我现在是在 B4。啊，奇怪，要叫我到 B5。今日迷宫地图，火球应该打不了。不过他这样叫上去，我现在在 B4。炸开再炸上去。
大开上墙，中间偏右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突然发现一件事，他不是叫你，他根本又来，他是叫你，叫你炸出来，像你像这样，我用那个探测，然后来看说在哪里。我说啊，他这个完全没有说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可恶，这主要是谁会知道了？他这不说，最好是知道说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可以炸。正常来讲都是有裂，而且我的 money 已经到991了，超级多，多到受不了。啊！对，我来到这里了。往回走，退出。哎，等一下，他叫我退到迷宫外面，然后再……哇，还有这样的哦。他说你要退到迷宫外面，然后你再推那个时空之雪，然后来到现代的时候，然后再来一次的迷宫。哇，也太夸张了吧！我说真的，有点夸张。现在这迷宫已经变成说要你这样做，原本我以为事情都是在迷宫里面，结果现在你要变成说要这样推来推去。哦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我真的不知道。噔噔噔，好，来了，我们来到这个瀑布外。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些地方我觉得还算 OK， 不至于说卡关。可是我觉得它整体最好是用成这样。像刚才迷宫，正常来讲，大家的想法应该就是在迷宫里面想办法解决。谁会知道说来到现代的迷宫，不同时空迷宫想联动？好了，来到这边了。这根本就是神经病的玩法。燃烧吧，燃烧吧！要过来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哇，这本来是什么？啊！还是被打到了。看来这地方是之后要打，我又没拿到钥匙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会。
有胆过来，我就在这边等等你。哎，这个我觉得这边根本就不存在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我？我钱。下面应该什么？我在想说它有楼梯，它下面应该有东西，然后就它下面竟然有这样。好，这个不用说，一定是啊，我就知道。我看我快要领便当，哦呦，就是这个最讨厌的啊！什么十块钱？我就剩下那么一滴滴。莫名其妙，我突然满血，我突然满血，是 bug 吗？是 bug 吗？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有时候会突然满血。啊，行行行，要去另外一边。剩一个，剩一个。我真是没事找事做。因为我想说用方块把它困住，然后结果后来发现，反正我把自己困住了。
就一层楼，太棒了。可是重点是说我不要过去，不然这边先磕着，我觉得应该也不用什么豆铁炮射下去，我直接上去再说。不讲。该不会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只是变这边，你不要跟我说那边也变，先 save 这边，如果没变的话我再读取回来。好啦，完全没有。我还以为他下去了。喂喂喂啊！我就露着给你看。绝对不能被他抓到，抓到就直接回到那个魔宫前面。先把它搞定吧，它比那隐身的还要麻烦。喂，为什么你就不让我转弯啊？而且刚刚明就打三下，他竟然撑到第四下，可能有一个是 BOSS。随便你打，随便你打。刚刚那只五下，来了这个地方。感觉到他们感觉就是特意追着我来。
回去。Hello， 欢迎来收看。现在又在解谜啊！啊！卡关稍微没那么卡了，还好。看一下哦，边。等一下再从那边往上上去，目前还不至于啊。上礼拜的卡关真的是超级刻意的，他那个开关你可以站在上面，那这是我目前为止见到最恶意的一个解，他完全不告诉你可以，因为他就像栅栏一样是挡住你的路，然后结果你现在可以事先站在上面，以前的游戏怎么会做这么惊喜，我完全无法理解。从这边下去，啊哈哈，结果完全没有，没有。出去！好，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右边。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总算到右边。今天我看看，拿盾牌了。今天我看看，把它搞定。这个迷宫，我就快，我就快，我就快。